啊，有关11月11日啊，我们本辖发生强案啊，这个经初步厘清案情哦，那犯嫌与被害人哦相互认识哦，疑均为这个地下会队啊及洗钱犯罪集团哦，那本案应该属于这个黑吃黑的这个性质哦，那集团的内部啊知悉被害人的行踪哦，来这个设局行抢，那经本分局哦彻夜侦办，那目前已经查获啊这个庄姓、汪姓跟叶姓三名涉案的犯嫌到案哦。并且查扣这个涉案的车辆两台，那也取回部分的赃款等相关证物哦。我们目前呐、还在循线扩大侦办当中。那我们本分局哦，也将针对这个该地下会队及这个洗钱犯罪的集团哦，持续扩大溯源侦办，那来查明说是否有涉及这个诈欺、网络赌博等其他的这个犯罪哦。